即摆较在苦，甲老着在苦。伊说：“哎、欸，我那食愈老愈无够。”拄开始的时候，看我敢那讲真苦，安内哎安内，久来看愈来愈无够，看我变来，看唔是你苦噻，愈那我变愈来愈苦啊。一个变异啊，隐在看无。所以我讲，人爱有亲近，爱个远近，莫亲近。哦，莫亲近。好，再来。朱比丘，与色不爱习者，则不习于苦；不习于苦者，则以苦得解脱。无是受想行识不爱习者，则不习于苦；不习于苦者，啊、哦，则以苦。的解脱、哦、所以现在要修行，还是不爱苦，哦，不爱苦。使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所以无常苦空，归我正思维。哦，还有前面的啊、哦，无知无明，不离欲贪，心不解脱等四种。那即与色喜乐啊，即与色喜乐的心，都是由于对色喜乐来的啊。这个业相啊，都由于对色喜乐这个业相来的啊。好，再来看十八页啊。第八单元，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其树及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过去未来色无常、哦、这一波人较知影、哦、过去就过去了、哦、啊，未来还没出现啊，当然色不存在，但是现在色一样啊、哦，现在色感观，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不顾过去色，未常常去回想过去啊、哦，而且不心未来色，哦，不止这样，对现在色又能够厌离欲。正向灭尽啊！啊、哦，如是哦，说明的是哦，尽量用台语。如是过去未来啊，我的话。念的时候用国语念啦，好无？啊，解说我用国台语啦，吼。哦，如是过去未来受想行识无常，空现在识啊，我刚刚念国语较好念。哦。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不顾过去世，不心未来世，与现在世厌离欲，正向灭尽，如无常、哦、苦空灰火亦如是、哦、这大家意思就是说、啊、过去的过去了、哦啊、过去的一个比这影、哦、所以过去的不用去常常去回想、啊、未来的还没出现、哦啊、那些都不是真的、哦啊、还不然而已，连现在这现前那也是你的业相、哦啊、所以呢我们不可以去贪、哦，每人一定想奇怪，
啊，过去是已经过去啊，不存在。啊，未来还袂出现呢，嘛无也有。啊，为什么现前的嘛唔是？一定有人想无，对不对？绝对足侪人想无的啦。一定讲啊，明明这面前这个弯人，你哪会当讲？你哪会在当作唔是？我就甲伊讲唔是。哦，所以你得爱清楚这什么是业相的意思。哦，所以爱愿离欲，哦，啊正向灭尽，正向迄个假相灭尽，哦，啊因为伊是刹那刹那的变。这刹那变，伊足侪人无法度体会，啥那刹那会变吼、哦？我都无明看，伊都拢无变着，哪会变？所以唔是你用心感觉的，伊原来是你用心感觉的。实际上伊就是咧变，一直咧变，还用迄是一个业相，啊，绝对会变，哦，还是刹那刹那咧变。为人吼，无多接受这刹那的变吼，伊都无想要来听佛法，伊讲佛法呢，啊，刹那的变案，意思叫我唔好爱阮某，啊爱阮翁，啊，你若做正派的种，我愈听愈啊愈唔爱，捌安尼呢，真正我有一个来听我。恭敬的啊，听听了吼，甲另外一个伊的同事，伊的同事嘛来咧听着，伊的同事去招来啊，啊听听甲伊的同事讲，啊若真正上司安尼讲，啊咧我看着迄种毋是，啊咧我毋敢去听，我去听咧使，吼、哦，有人会惊伊咧，你毋知，所以吼、哦。会当加坐只袂惊伊啊吼，系啊，真正迄个单我惊走伊啊，啊真正我知影我会甲惊走，我慢慢讲个遐真好听吼，我讲较假好听，所以有阵时啊吼，要拿捏甲拄啊好嘛，无遐简单吼。有人听到煞会惊，我哈刹那咧变吼，哦，还是我过去所想一切拢去了了去啊，你唔知你已经去了了呀，哦，因为伊就是刹那咧变，真正会变，但是哦，我搁减加一句去你啦，我搁减加讲吼，你业性啊消了吼，永远袂变。你大家讲吼，
有无常，阿哥吼，好甲修得长。好，今天吼，哎哎，好。有两种的情形吼，这是你感觉有形质的物件吼。真正要行菩萨道吼，你一定要了解中观、方便、智慧。啊，无你有那些讲出来吼，我都色受已经惊走。安尼吼，等到失去伊个，道场个迄款功效啊，真正即是爱真正爱有智慧吼，真经个吼，我家己解脱爱有智慧，爱免啊，为着要喝啖如来家业吼，不忍众生苦吼，不忍圣教衰哈，吼，真经个吼，真正爱有智慧。这刹那生灭哦，这在讲时间哦。上面叫无含分即为，就是讲你刚刚有形质的空间哦，绝对无迄个分到尾啊，佮无法度分的最微小的，诶，叫做无含分即为。意思是较油呢，佮我都佮破这两边，安尼敢听？佮较油的都嘛是有形质啊，一定有边啊，一定有边嘛，得佮会当破这两边啊。哦，啊破这两边了，佮较细嘛佮有边啊，嘛佮会当佮破这两边。哈、哦，啊所以世间有迄、那个，我都佮破两边嘛。无啦，啊，所以世间是毋是假象？是假象，对无？啊，但这时间嘛是啊，时间，互你跳到足短的时间，啊，都只有要同时啊，啊嘛，够生死两边，所以吼、哦，佮卡拉刹那，都啊够两边会当切，对无？啊，所以这有无？嘛无。嘛是，一款的夜感，啊！我咧讲安尼，大家都听较有啊，对不对哈？好、哦，这无，这嘛无，好、哦，无方分的是我都搁在分啊，诶，想谁行止的名言无，无。因为有形质都变，有变你搁那切麻果有中，通去切啦。分就是甲分这两边，哎，意思。所以像那人讲，佛性超越空间跟时间，哎，意思就是安尼。哦，我那讲。佛性超越空间甲时间，有人就想，有人听无这句话的意思哦。我超越空间时间，是要跳去倒一个隧道去。哦，佛性超越空间跟时间是咧讲超越迄个业相的意思。哦，是咧超越迄款业相的意思。好，十八页啊。说来有的人吼未了解哦，佮讲，哎呀，除了这三度空间以外，还有第四度空间。哎呦，哎，这是啥物物件？哎呦，真正爱了解佛法吼，较袂去哦，有的册吼，也袂晓解说啊。